台湾疫情不断扩大，民进党却忙着帮贪污犯除罪化。他们玩弄法律有多可怕？一分钟带你看穿他们的谎话。一分钟看台，看台一分钟。大家好，我是用一分钟和你分享台湾大小事的海峡劳报记者钟一。好久不见，最近休息调整了一段时间，之后我们的节目将继续火力全开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的一分钟倒计时马上开始。近日，民进党当局为了帮贪污数亿的陈水扁除罪，竟然趁着台湾防疫大乱的机会，无视防疫，强行打架帮阿扁除罪，结果多人确诊，台湾民众看得好心累，很丑陋。哦，真的很丑陋。陈水扁虽然被判有罪，却靠着保外就医、各种直播暴妹、四处聚会，台湾所谓的法律早就被他们撕得粉碎。检察官想抓，卖命啊！这哪是在服刑，根本就是逍遥法外。还有法律吗？除此之外，民进党这些人不只是在帮阿扁，更是在帮自己。陈水扁贪污了这么多钱，都能被除罪，那以后民进党是不是蔡英文学历造假除罪？陈时中防疫无能勾结厂商除罪？民进党贪污走私除罪，民进党勾结黑帮除罪，民进党出卖台湾除罪。台湾这个社会没有法律的价值，只见到政治的霸凌。台湾的法律被他们这样乱搞，以后根本就没有一个是非公理。蓝藏起了反犬盘，就以为自己从了良；二蒙住了自己的心，就以为别人看不到他邪恶的样子。那些民进党自以为命运的馈赠，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。别忘了那句话：正义虽迟，但到。